去香港啦、啊。我刚刚拿完飞机，超赶，我都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。然后好险，华航还蛮好的，还有让我就是 check in 行李。然后我现在去登机啦，香港见，拜拜。到我姐住的地方啦，你们看一下，他们家外面好像可以看到蛮漂亮的风景的，哎，香港的夜景，哎，插口，你看一下，你看，然后这里有两只，这里有，还有这只不知道很异常兴奋的狗。加狗，它叫加狗，你看，还有恰皮，哦，哎，那你是好了没？裤子咬坏了，咬坏你赔哦，啊。Hello， 我们现在要出门去吃饭了，我们是要吃什么？我们要吃泰式，来让你们看看最美的孕妇，最美的孕妇。到餐厅啦，这是一个吃泰式料理的，这门口有点浮夸，等下登台是不是？嗯，哇，这花就有点短，啊，很可爱耶。好啦，我点的是泰式香叶肉碎煎蛋饭，嗯，然后我们点了一个干贝，我觉得它做的很像甜点。在澳海城，就是香港的一个百货公司，然后他们楼下好像有在办什么活动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哎，澳海城，也不知道这里面到底在干嘛的。看，澳海古玩。现在带他们出去玩啦，小刘好开心。这边 ，Jaco， 哦，开心。小刘最开心，小刘最喜欢出去玩了。Jaco，嗯，嘿，然后我们在这边遛狗，狗们，嗨 ，Jaco。有个是爸蛮好拍的，可以带你去。然后这个孕妇来，最美孕妇，最瘦孕妇。然后呢，刚刚出门都是这个状态，就是素颜。想说，反正也没有要去哪，今天就是看电影，然后在家吃饭、逛一逛什么之类的。可以拍照的地方，人超多，爆多。我们吃的这间餐厅叫做六公馆，然后这个外面可以看到这个 view， 很美耶，可以看到香港的景。这里还有。哪一个箱子？黑色的虾饺，酷啊！我包起来，好过来哟。那个好一点的雕刻，可以吗？这个很低，对，一点。那我一整个，真的，我喜欢吃饺类的东西。
了，然后我姐现在给我一个很高难度的动作，不是动作，一个任务，她说要我把这个缝起来，然后呢它里面就都是线什么的，然后你要一个一个缝。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到底有没有办法把它做起来好了，好吗？然后嘞，打开长这样子啊，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布这样，然后呢要我缝这样，请问大家觉得有可能吗？嗯，那我们敬请期待好了。OK， 缝这个蕾丝花了我大概有快一个小时吧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但是缝的还可以吧，很可爱，小蕾丝。我从这块布，这块都是一块布，缝成了终于像个鞋的样子了，好吗？虽然说它有点丑吧，但是至少我成功了，然后还缝了一个小纽扣。可以打开，然后让它穿洗鞋。Hello， 我现在在香港，我要吃香港的糕水。好，我来吃吃看，跟台湾的到底会有什么差别，好吗？嗨，是我姐的朋友。对。Hello。外面蛮美的，其实你要看。很大风大浪。这个是青酱鸡腿意大利面，然后这个是明太子，他们的明太子超好吃。啊，好可爱哦，史努比耶。看到他的头，哦，真的哦。如果有人想要学竖琴的话，欢迎订阅我，然后我会告诉你们我的竖琴老师是谁的。哎，啲客脚几只？呢几只唔喺呢度嚟，我系咪傻噶？嗨，我今天5:30就起床了，因为呢有位女子要生产。然后呢，反正也还是没赶上。不过刚才看到 baby 哦，超可爱的。好小哦！超小的耶！出题好小啊，这样子看多好啊，你看现在多好啊，是吧？ Hello 大家，我现在在我姐家楼下跑步，然后我刚跑完30分钟，哇，满身大汗，看一下超累，在这种很热的地方很爽，就是你随便怎么跑都流汗，然后可以边看夜景边跑耶，棒棒。现在要减肥了，再过几天就要去输了，还有2天就离开香港咯。啊，舒服
雷来了，咚咚咚咚。这是我来香港的最后一顿了，耶！面对，下礼拜又要来，但是呢，重新再算。下礼拜来只来四天，所以这也算是最后一顿了。刚刚已经出关了，然后我出关大概只花了我五分钟都不到吧。我家人在高雄，然后要回家里了。虽然香港之旅暂时结束了，不过呢，我下礼拜要去香港。所以呢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现在还没订阅我的，一定要订阅 ，OK。